还有艺术先进以及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还有我们的林丽丽老师。那诚如刚才提到的，其实今天我们真的觉得特别的高兴，这么多在地的艺术家还有来自北部的媒体能够今天在这个高美馆整个重新开馆最后一阶段打造完成的一个以当代艺术创作场域完成的适合空间举办这一场野放图的展览。那刚才也是提到的，整个高美馆在2017年改制行政法人以来，我们就用大南方 South Plus 这样的一个新的专业品牌定义高美馆的一个新的定位。那这样的一个做法主要的想法当然就是希望能够用多元喜欢，也就是一个更多样的一个价值的一个体系的一个建立，去重新看待高美馆所典藏的这么多重要的作品，也包含今天展出的各位艺术家的作品。我们希望透过大南方 South Cross 去拓延过往的所谓的南部第一大馆这样的一个地域型的美术馆的能量，让它衔接全球的这个所谓的全球南方 Global South 的论述，让各位的在地的创作的能量能够让世界看到，让全球也同步或者能够理解。那伴随着事实上在2019年，也就是我们法人的后的第三年以及对终于完成的，在这个楼层底下是我们整个空间改造的第二阶段的这个典藏常设的一个空间。而那个空间也不是一个一般的典藏常设空间，而是我们用大南方 South Plus 同样是珍惜的这样的一个多元价值去定位我们的典藏常设空间。那这一两年来，其实我们一直持续的发散它的能量，很多人都因此能够看到我们南部的艺术家创作的能量如何能够展现一种新的大南方的价值。那也就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组合，事实上在2019年，也就是我们法人即将进入第二个三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大南方 South Plus 其实在整个文化部前瞻计划1.0里面获得相对多的关怀跟挹注，所以才能够完成三年的空间改造。所以在2020年，我们提出一个更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称的保定大南方新坐标，用同心圆的策略去链接在地的一个创作能量。那就在这样的一个思维底下，2020年开始，我们重新回返去关心很多在地艺术家。我来当馆长也是。一直跟我讲说什么时候我们高雄艺术家才出来展，一直都是看到馆长带来很多国外的艺术家。我说不要担心，三楼改造完之后，我们在全新的空间，我们会用全新的精神启发过往大家很关心的美术高手这个系列。但这个系列我们是用2.0的精神出发的，并不是重新再办美术高手，而是用高手美术的精神，从过往艺术家的属地性延伸到以这个城市作为我们居住创作的根源。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精神底下，我们很高兴的在2个月前才刚刚在一楼，也是整个法人化后空间改造第一波完成的104/105的空间展现了抽象高手。那当时其实是请了王春生老师策展，那个展览到现在还是非常受到欢迎，真的等一下到楼下看到真的是满满都是的。那今天就是这一个美术高手或高雄美术的再一次的具体的实现，是由本馆展览部，我常常笑他是个小区人，本馆展览部的资深社长吴慧芳，慧芳他知道在某个地方，他在那边招呼客人，策展的这个野放图，我记得也是差不多在2021年之前，很多艺术家在关心美术什么时候能够再做类似像美术高雄这样子的一个系列展览。那慧芳来跟我讲说，馆长其实我有个想法，我很想要做一些大家比较没有关注到，但长期自己在经营创作的艺术家，特别在我们南部，以及一些所谓的比较替代性的空间。那列里丹呢，他就提到了秋儿，秋儿的豆皮文艺咖啡系，那个曾经是让我们台北，那时候我还在台北台新，还特别从台北来南部观场的这样的一个艺人据点。那历经这20年的沉寂，其实这些艺术家转到另外一个角度在创作，所以当他提出野放图这一个主题的时候，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喜爱，因为他也是一个聚焦非主流的
用一种多元关照的一个方式来呈现你的思考，而这个东西就正是我们大南方 South Cross 的精神，所以跟整个大南方其实是非常的吻合。那整个野放图的精神透过三个小主题，从蔓延，很多艺术家本来我有准备，但有人跟我讲说已经五分钟了哈，透过三个小主题蔓延那种，但是我要更正策展人，他讲漫无目的的在城市游荡，其实我想这些艺术家是刻意的没有目的性的游荡，但目的其实是思考，透过漫游，然后这样漫生的，包括讲到现在就想讲艺术家了，像国人啊、纯用啊等等这些艺术，乃至于漫生像杂草般充满生命力的我们的依兰老师啊，还有最年轻的高雄奖的得主陈宁、林清芳等等等等的这些艺术家。那其实我想他的精彩，等一下我们透过每位艺术家自己的口述，我们可以知道高雄这座城市如何提供了他们一个 A Journey of Wild Fun， 我很喜欢这个英文哈，是一个在这样的一个野放的空间里面的放，野放图的放，用英文的放，有趣这样的一个野生的自由的一个空间创作出来的，截然不同于我们在很多国际场合看到的，但是同样充满大南方能量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展览哈，所以我就不要讲太多，让大部分的时间让各位艺术家可以亲自的跟大家分享他们创作的历程跟过程。不过在这里作为观众，我还是要非常感谢这次借展的厂家哈，包括刚才提到的长期支持于世克的郭哲雄董事长，还有这个台南东门美术馆的负责人卓来成先生，等一下会到，还有今天虽然不能来的新面艺术的张学孔跟安卓艺术的李正勇先生以及艺术家洪玉。那在除了谢谢各位的借展，其实作为馆长我更要代表艺术家谢谢你们的看见跟一路的陪伴，让艺术家能够生长跟发展。那最后我们要非常谢谢这次我们的产官学的合作哈，跟文藻大学的林立立老师的传播系合作。今天在座的这么多的摄影镜头，其实都是立立老师的学生之一，还有很多是媒体的哈，真的也很感谢。那他们的作品，我们就期待接着会在 YouTube 那个网络上持续的发酵。好，那今天的简单的演员就来到这里哈。再一次非常感谢各位的莅临，那也再一次的恭喜每一位艺术家，也祝福我们的艺术发展的路上不会寂寞，我们会持续的陪伴跟看见。那祝福大家平安健康。那也谢谢刚刚赶到的我们外交部中南部的代表哈，刘副局长，非常谢谢大家。也受到高雄的民意观众的支持。现在我们邀请高雄市政府副市长史哲致辞，谢谢。小叶首长，欢迎啊，我们馆长，我叫李老师，是在场所有的书记好。那今天与其说是来开展，还不如说其实是来看看很多老朋友。这两年疫情，大家很久没见面，即使见面，可能也认不得，又戴着口罩。所以这个最近常讲说，这一两年大一大二的这个新生啊，都不认得同学，因为从来没有看过同学的庐山真面目啊。这个疫情确实阻断了人跟人的关系。那刚刚馆长已经介绍了很多，我就不多讲啊。我只是跟大家报告，我想最大这个。展览，我除了很期待，而且也很鼓励啊，这个美术馆把它画之后，都是面对新的这个整个的环境，其实应该更大胆放手来策展。这个袁老师啊，引进的学生，事实上其实就是考虑往后的社会，那要怎么样让这个我们的市民爱好艺术的朋友？能够多多回来美术馆，我想这个是一个新时代美术馆很重要的任务。那因此这个大胆的策展，然后跟网络社会的嫁接，我们都经历过从过去美术馆是不能拍照到现在拍照也是常态的过程。所以我想这个是我很期待，就是说大家能够放手，尤其是我们这两个展览啊，其实应该在很快的这个几个礼拜之后，我们轻轨
跟主管就是统筹，衔接到我们国外部的红线基地，也会衔接到这个亚洲新湾区。那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美术馆它将不会只是在一个点，它因为透过大众美术馆成为一个线的面。我们希望美术馆的公共化能够因此更进一步提升。而公共化除了交通运输的提升之外，结合之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内容作品能够进入到市民的生活。好，那所以我觉得这种展览除了策展的手法，那以及是否我们轻轨的结合，以及大家最近文化局美术馆都很努力的在让我们内容艺术中心接下来也会呈现在大家面前。那更期待是内容艺术中心，它更是希望能够在策展观展的方式上能够有别于美术馆。那我想这一切都是希望说，从华人化之后，我们更活化、更弹性的来面对整个美术馆的发展。但是最终还是要有好的作品，所以很谢谢在座的艺术家能够有更精彩的作品，而且多多回来美术馆来展览，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艺术馆的支持。然后现在来，感谢我们这次的出席贵宾，首先是文化局局长王明翠。是外交部南部办事处副处长刘长成副处长，再来是日本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所长小野丽人，再来是我们这一次的参展艺术家王武森，还是王国威先生。欢迎我们的艺术家李冰泽，欢迎是艺术家林纯用，欢迎是艺术家林信芳，欢迎是艺术家柳依然，欢迎是艺术家张恩慈。明星，艺术家陈林，艺术家黄法成，艺术家刘秀儿，再来感谢我们这次的协力单位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学艺术系跟创意艺术产业研究所的系主任及所长林立立教授，还有我们这次的郭哲雄董事长，还是东门美术馆负责人卓来成先生，还是亚洲艺术新闻总编辑郑乃平。各位艺术家，各位民众，我是王国仁，其实无讲介有读册啦，拢在外国，拢住大树啦，所以即届有策展人桂芳姐甲阮邀请的时候，其实阮感觉做荣幸，就是讲，像阮拢美咧工作室咧画图，足少有法度去互看到，啊，毋过拄即届放图的这个主题，就是讲足符合阮这种。你要讲草地啊，还是啥物？迄种我住大树嘛，啊，家己田阿公有田地啊，所以我拢画迄草啊。所以我感觉，拄好即个野放土，即个都足符合我画那种小草迄种感觉。啊嘛，足符合这种每个艺术家吼，我感觉去看我们去看他的土的时候啊，你就会感觉到特别的亲近跟亲民啊，就是你好像就是觉得说。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距离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我们 这几位、前辈艺术家有这个荣幸可以打开这位展览，我感觉很欢喜。就是说那个刚好就是说那个感觉就是很亲民的，所以希望说大家就是等一下在参观的时候，艺术家在现场你也可以跟他问一下嘛，后来说为这些生命艺术你有感动到是什么东西，我们都很
就是很乐意帮你们回答说我们作品的那个表现的那种感觉，好像有一点紧张，都讲讲到足好个，啊，不过本来我认为是开一个玩笑的，安怎？因为今仔是连展，是我的个展啊，所以我认为我的讲话就较含蓄啊。然后谢谢公美馆给我们这个，我讲我家己啊，有这个机会在遮，这是我从小志愿啊，我就很喜欢画图，然后我就在我的脸书说，磨刀四十年，终于有机会进美术馆，是第一次踏进去，然后把图挂上去，哇，我大刚。刚刚整个眼角都在落泪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我们现在邀请我们副市长、馆长跟展出艺术家。哎，很好，太帅了。She gon' go, I'm gon' do, she finesse.